我50年的时候，就是像天天吃巧克力、冰淇淋跟蛋糕，我非常高兴。谢谢各位。我看见过的那个老法国神父，我那时候在读哲学，我问他有感什么感受，他就唱了这个歌：哦方哎，哦方把你各当中山，浓的热河，是他用法文唱的，意思是说，我的母亲耶稣会在你的怀里。一个人生活的幸福，用中文至少这个应该生活的多么幸福。我在会70年真的生活的幸福。今年我是入会75周年，关于一个圣经上一句话，圣经说：“我活着，不是我活着，是耶稣基督在我身上活着。”所以，是他帮助我，是他的力量，是他的恩宠，帮助我过了这75周年，我非常的。感恩，感谢，感谢他。我一直在浪迹台湾。感谢天主，因为照顾我、看护我，也嘛感谢所有耶稣会会士，因为因对我真心来照顾，真多谢多谢。很高兴现在呢到了90多岁啊，感谢上帝，就现在呢还是虽然能够有足背，可是还是蛮健康的啊，可以从大家来往啊，谢谢你们来。